爸爸陪我玩，陪我玩，陪我玩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耶。亚维电影行销班的同学，那之前我跟老板讨论过，今天要来看景。好，我们老板跟我说，那我先打账了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阿明今天早上在运动公园闪到，然后今天不能来拍摄了啊？啊？怎么办？我们今天只剩下一天嘞。我他搞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络吗？我是有同学的，一个一个打，那个可以回应我，没有办法。哦，我们需要摄影师啊，不然今天这场戏赶不完。我们只能今天拍完。李静，怎么了吗？我听说你之前有在外面帮忙，就是帮忙拍摄的经验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天缺摄影师，我们摄影师跟自由师他没办法到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当一天摄影？当一天摄影，可是我都没有学过，这样子，拜托，可以吗？你就当做试试看吧，反正我们现在真的很缺人手，是麦当劳买一个，拜托。好吧，那我试试看啊。麻烦你了，真的拜托了，谢谢。不会。这两天真的非常谢谢你，感谢你的帮忙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真的是这个赶不完。哎呦，不会啦，跟你们一起工作很开心啊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我觉得你对拍摄现场招的不错。也没有啦，那是小时候我爸他教我的。所以，那你爸也是不懂。对啊，他是一名导演，我一直以他为。吃饭，爸爸在拍电影啊，以后我们就只可以在电影院看到爸爸拍的戏了。真的吗？要早点看到。赶快吃。但最后还是没能看到爸爸的电影。你刚刚在画什么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我可以啊。
你画得很好。你是美术系的吗？没有，就旅行的时候我蛮喜欢观察。其实我也蛮喜欢观察人，在这边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人，我都会想象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。那你在这边工作多久？其实我是来打工换宿的，大概也才一个礼拜吧。是，听起来很自由。是蛮自由的，但是其实我不久之前才刚辞掉一个一直都没有热忱的工作，想说让自己好好放个假，找找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是没有目标吗？也不是没有目标，就是有一件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，但现在又去做，就觉得好像时机不对。其实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没去做，很可惜。大部分人也都什么都不懂，就跑来参加了。那经过时间这样子学习，然后磨合，你看，现在是不是一个很棒的团队？嗯，对啊。所以你前面说你还有梦想，你看我年纪也差不多，我觉得现在去实现还是 OK 的，对吧？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吧，加油，好，加油。整理好自己，也结束了假期，回到我的家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你刚刚在看什么？没有啊，就一个朋友传给我。妈，这次旅行我想很多，我还是决定我想要当个导演。妈其实都想过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妈，你之前不是很反对的吗？不然再做。那你看，妈原来也都看到了。我都看到了，你跟半年前的时候好像。
我爸年轻的时候多帅吗？妈其实都想过了，你们的前途应该由你们自己去决定，但是我不应该反对的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拍好电影。旅行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。摄影准备 ，OK。灯光准备，摄影准备 ，OK。好，再来。第十五场第一镜 ，Take One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。哎，我的剧本被选上了耶！我知道啊，是我今天带的这个。好，不错哦，说到做到哦。当然啦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